找野去。这事儿的那事儿的，太好。我说小，我这一家几口人来啃豆了，找我儿子放假来体验生活来了。还有南地三百多件，正好把几口人都来了。打药了，就打药了。起来，跟俩手一杀！别，哎，这拽起，哎，拧，拧，哎，拧，拧，对，掉过去，哎，再拽，哎，妥，这就完事了，立起来，蹲，没事，硬蹲没事，哎，好了，还是有点笨呢。这刚整，你慢慢学就好了。哎呀妈！哎呀呀！大的。大爬顶踩点儿的。嗯。好嘞。行了，蹲起来，哎，使劲蹲，没事。哎呀！再蹲，拿起来蹲。好嘞。跳跳跳，不错。起来，这是这块可炫了，怎么样了？跟奶奶干活合不手啊？合手，挺猛啊，我还撵不上你了哈、啊。过点儿的来，那怎么别人天线干啥呀？信号不好啊？来了来了，你刮你刮，这不在这儿。这雷达东西好不好使啊？能走多远呢？这是那个绿豆糕，你吃吧。那玩意儿远乎，面乎。嗯。哎哎，这坐那凳子顶去，这是堆的湿。湿，坐那凳子顶去。那是糖。我十五六那就干活了吧，跟马车是上砖厂吧，马车队吗？这装了大黄土，扑通扑通的，石老能二百销。哎呦，这体验你这二来岁了，你才出干活。我念书天天上炕，喝的。哟，你说你喝这玩意喝？你妈呀！人家到的管他捆那好捆，我也不要这玩意，太酸我了，吃的给奶。太酸给他奶。不是，我不吃，这次咬不了。你再说了，老头儿，你说，是不是你在扒？你还扒你儿子？